DOT 是什么、啊？一般游戏中 DOT 是 Damage Over Time、欸、可是这个游戏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吧？恐怖游戏应该没有什么 Damage Over Time。啊！Single 我们是不是玩过？这个不是长得很像那个《生活大爆炸》的那个？还是只是很像而已？他叫我用电梯，我又不能用。好 ，Hello。我要去几楼？我是谁？我在干嘛？我要去几楼干嘛？Hello。哦。喂。What？ 电梯不要走。哇，这好恐怖哦！这个灯光，我被我自己的影子，哇，好恐怖、哦，太暗了吧？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、啊？完了，这有一条路，我没有手电筒啊。没有手电筒这样走哦，怎么根本看不到怎么走 ？Hello， 有人在呼吸啦，好恶心哦！这里有灯啊，这里有灯。OK。I can't see shit。这游戏太暗了吧？喂，这有一点灯。有人，我有点不舒服哎、欸。哦，我拿到手电筒了，手电筒还会闪，我的天！是鬼吗？是 jump scare 的哦，完全不是 jump scare 的游戏。晚安，晚安，茂维。我以为要跑，Extreme Dangerous， 就刚刚那个啊，他30岁耶，大概30岁，2.5米高，全身都有被割伤的痕迹，
所以他是真人。那刚刚怎么突然冲过来就消失了？所以这边是他的家啦，这些柜子都不能打开哦。我需要拿到干，嗨，哇靠，好恶心哦。他把这边撞开了耶。我是要跟着他吗？为什么我要跟着他啦？好恶心哦！这边打不开。I mean, what the fuck?See you. The code behind the red cabinet. 在一个红色柜子后面有密码。哪一个红色柜子？写的我不想转头。红色柜子是哪里？音乐没了，音乐停了。他走了耶，他走了。哇，这个压力好大哦！哇，这个游戏公司做的真的很厉害，他那个气氛营造的。虽然画面不是很精致，可是气氛做的超恐怖。他很会用这种灯光效果啊，然后音乐啊，搞得整个让我精神很紧绷。我现在背好痛。干，他贴这个太恶心了吧！他刚刚跑过来贴这个，啊，不舒服了！红色柜子是这个吗？后面有密码，可是他。他如果是人的话，应该不会闪现呢。他游戏把它设计成出来会 jump scare 你，然后就不见。所以应该不是人类。墙壁这边没有红色柜子啊。刚刚那个房间。他刚刚那个相片不见了，就没了。这个吗？这个不是柜子啊，这像是那个火灾用的那种水管。木墙的木板墙的对面，这也是木板墙。哦，这个吗？这个看起来不像 cabinet。哎，哦，我有模组的。哦，还是你是说这个吗？看起来是开关，但我进不去啊。应该还没有要走这。
红色的 cabinet。哦，有可能是这个。不能打开啊。好，在这里啊。066，不过反过来的1990。我不想动了，我现在好累。哎呦，要吓我了。虽然气氛做得很棒，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jump scare。这个音效好恐怖哦！它是咚咚，你们只是用看的，我自己在玩，超毛的！我现在背好酸痛，精神很紧绷。敢转头了。哦，没事吗？这是工具房哎。我拿了 crowbar。OK， 要进去吗？我任务其实不用进去啦，但是会死吗？好像是没怎么样。的征兆，我不要跟一个2.5米高的男人 battle， 我输定了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这个。这样是怎样开电的吗？我是开了电梯的电的吗？开了吗？是这样吗？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我现在头皮好发麻、哦。不要刚刚好我啊！好恶心哦！干、啊、嘛？
嘛？我不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路。我不是故意来这里的。再见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晚。他其实是好人呐、啊，他在帮我吧。他刚刚有一个门打不开，他就把他撞爆、欸，他跟我讲手电筒在这里哦，原来是个好人，你长得也太恐怖了吧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吓死我了，那个震动